要想办法去救一下绝版库。那他不就起来了，牛逼！那我每次骑车的时候，队友讲话我真的都听不到。听说你是拿一块水晶。哦，有敌人哦，有敌人在附近。哎呦，不错，你开场击杀。捡枪啊！啊，你是玩家哎，哇，好可惜，他一下就被打了。我刚刚也捡到，你是玩家。打，你刚刚打多玩家？有玩家刚下来，刚落地。不行。打。哦，等下你弄什么晶片啊？傻瓜。个人会喜欢用那个盾牌，因为盾牌，而且有一次超强的，我就决赛。盾比赛，因为盾的比赛其实。杜丽娜区是蛮少的，为什么看比赛不是可以多学的东西吗？有时候没办法，有时候就是我家里的因素吧，有时候我妈认为我在看 FB， 就在看一些有的没的，所以你也是很容易会被家人误会的那种类型。对啊，说不要讲出去啊，结果一大堆女生都听。还有不要讲出去这东西哦。有啊。有玩家。没有特殊名字啊。请战队长取一个名字嘛，不要不用名字啊，有名字，这样讲没有错吧？哦，完全没有错。你们这样玩完之后，有名之后，大家就可以模仿你了。之前不是有那个官方？刷金皮啊，哦，可以了。你调一下。我真的在练枪，不是这样。因为我想说，我都是打排位的时候，打排位就无缘故就金皮。假的，不会吧？对啊，我都没有特地去刷我的。我刚刚打的都人机啊，我没有看到玩家。好，不用开坦克了，直接刷坦克。对啊，剩一个。没电了。没事。对啦。好，拜拜。耶，吃鸡。吃鸡，好，感谢哦。再换下一组咯。会不会女生跟你告白，然后你拒绝？如果女生真的跟你告白，你真的会拒绝吗？还是说你就是秉持着没有想要谈感情的方式，然后拒绝她？哎，你不要安静不讲话喏。用心在做，可是这性转型有点小。枪王人，我看能不能救他。哇，这圈有点毒哦，我吃毒看看。
应该没那么准，跑来打我。兄弟，长武棒棒。